你好，我是 TIPS 世界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，每天有500名会员注册，一个一张照片就能发币的平台，这么多人涌入小费平台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你知道 WEB3 吗？这是谷歌为三年后而准备的世界。自互联网诞生以来，谷歌获得了世界各地人们发布的照片的版权。很多人已经去世了。当世界各地的人在 YouTube 或博客上发布死者照片时， Google 平台就是其所有者。这是谷歌和 YouTube 正在准备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。现在，甚至个人都可以在手机上打印货币，这就是下一代最有前途的业务。你还可以用你上传到 TIPS 平台的照片来发行和拥有 TIPS 币，并且像 Google 一样，你可以在 TIPS 平台上获得你的照片的每月版权。我是 TIPS 平台为世界做准备的代表。我是 TIPS 平台的代表，为未来的世界做准备。如果您有兴趣在您所在的国家、地区开展硬币业务，我们正在招聘一位 TIPS 首席执行官。想要成为平台正式员工，请发邮件给我 TIPS 全球员工都有高薪保障。另外，全球70个国家的 CEO 员工都可以获得巨额的 TIPS 币。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，请给我发电子邮件。你会变得富有。你相信上帝吗？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来自上帝的信息，它会让你变得富有。我的前世是亚伯拉罕。我预测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，我给你带来一条来自上帝的信息，可以让你致富。我目前是一名金融专家 ,TIPS Platform 的首席执行官，以及 TIPS Coin 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。然而，他的前世是亚伯拉罕。世界上所有神的共同点就是爱。我的所有信息都在所有社交媒体和 YouTube 上公开，您很幸运认识我。TIPS 交易所推出的预期回报率为 1.000%， 目标是 DAB, KDAB 与 TIPS World Exchange 自己的 TIPS 币挂钩。这是为了纪念 TIPS 世界交易所上线而以最低价格提供钻石币的品牌策略。这是一种通过预测最低回报率为 1.000% 来推广 TIPS World Exchange 的营销策略。TIPS 交易所将像币安一样大幅扩张，购买尽可能多的钻石。你的财富将增加10倍。我的前世亚伯拉罕正在向我发送来自上帝的信息。您知道世界上每个人都使用的单一世界货币吗？一种世界货币价值$7200，2025年将飙升3%至$150，2026年后将飙升至$436，将飙升87000%。该硬币名称中的字母数字字符之和为10。KDIAB 基金会有很多这样的币，所以我们的币也会暴涨。购买$1000 KDIA 硬币，我出生为韩国人，通过上帝的启示传播爱和幸福的信息。我的韩国名字是车冠成。你相信上帝吗？你所信仰的上帝耶稣、安拉、佛陀、释迦牟尼以及世间诸神的共同点就是爱。20年来，我在梦中遇见了佛陀、耶稣、上帝。通过上帝和天堂的启示，我每天为500名饥饿的人提供免费食物。
我的梦想故事和免费参故事在 YouTube 上连载了约300本小说。我在罗马梵蒂冈受洗，听到了来自天上的上帝的声音。我看到世界货币1亿韩元硬币在天上飞。我创建了一个免费开采 KDAB 的平台来创造上帝想要的世界。现在我投入我的个人财富来免费开采。这就是我为世界各地正在挨饿和睡觉的人们创建了一个 Tips 平台的世界。每天在街上没有1美元。KDA Coin 由韩国人免费开采，后来与 Tips Coin 合并，重新命名为全球品牌，并列为 Tips Coin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免费开采 Tips Coin。然而，韩国人每月支付200美元才能开采这种硬币，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硬币。韩国人免费挖矿10年的 KDLB 交易所是 DG Phoenix。上市后，从 0.01 美元飙升至80美元，涨幅1%200.000，目前最低价为 0.0001 美元。80.000.000 个币的最低底部价格很快就会消失。看看 KDAB 图表，交易量永远不会被伪造。如果技术分析中突破高价，从100美元到 20.000.000 美元，扶你是一个奇迹英雄。梦想奇迹 Tips 平台 KDAB 已通过从基金会购买 99% 的流通供应量来回收，未恢复的交易量仅占总交易量的 1%。 该基金会已购买了全部 99% 的流通供应量，为您提供致富的机会。 0.0001 美元服是不能再降的最低价格。 80.000.000 个币的最低价格很快就会消失。在世界上的3万个币中，90%都是诈骗币。骗币是我打印一份白皮书，不做任何工作，也没有联系信息。我是 Tips Coin 基金会的代表，每天花20个小时向全球50个国家宣传和传递新闻。骗币不起作用，也没有联系信息。但我们在 YouTube、Twitter、上帝的帮助等 SNS 上很活跃。如果你想致富，请相信并遵循我的话，这是我致富的秘诀。承诺，寻找海外交易所，在 DigiFinex 交易所以最低价格购买 KDIAB。如果你真的想变得富有，请记住我的故事。KDRB 的价格最低，通过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大量的小费币并兑换成小费币，您可以获得大量的小费币。Tips 平台的创建是为了建立一个全球社交媒体网络，以帮助东南亚所有饥饿且每天连1美元都吃不起的穷人。TIPSWAB3矿自然地将其增长所产生的所有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各个参与者。埃隆·马斯克收购的2亿 Twitter 用户的未来价值为每股2500美元。提示：如果它的规模像 Twitter 一样，那么您每天就是2500美元的所有者。Tips， 如果 Tips 像 Twitter 一样扩展，如果您每天都能获得广告收入，那么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打印货币，无论是哪个国家。Tips 平台是您相信上帝想要创造的世界。在 tipswap3.com, 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天都可以通过一张照片赚钱。如果您没有比特币，
请在 tipsup3.com 创建您自己的货币。Tips 是一个平台，旨在创造一个世界，让全世界所有穷人，包括东南亚和非洲因缺钱而无法一日三餐的穷人都能幸福的生活。TipSwap3.com 的创建者是一位韩国人，名叫 Cha Guan Seong。他用自己的个人资金创建了 TipSwap3.com, 并在全世界创造了上帝想要的世界。上帝想要的世界就是爱，爱可以改变世界。蒂布斯创造了摆脱贫困束缚的唯一途径。他为那些每天没有一美元就无法吃饭的人，以及那些无家可归、住在街头帐篷里的人带来了希望，为进入 TipSwap3.com 的新世界做好准备。从您的手机上打印钱，并将其变成您的。TipSwap3.com 是亚伯拉罕上帝创建的一家为用户带来好处的公司。传播爱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致富。